在在进步长林右昌陪同之下，副总统赖清德再次出席上山主义堂老年文化季暨好学会，特别亮开工。赖清德嘛提起花莲苏凤山大地震，地震尾不断造成灾情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四月初三花莲发生地震了后啊，疫情不断，啊来今仔日来美容吼、哦、开工点眼，啊来初代地龙啊。安尼翻新变动造成地震，哦，所以咱嘛希望讲吼，安尼地震啊会当安尼结束，哦，啊，互咱重建会当顺利成功，哦。急救母牛宝贝，希望花莲早日恢复正常。目前卫福部所管呢，花莲正在援助捐款专案，一直到二月已经募到差不多14亿。马克大清着想起2016年伊做台南市长的时发生台南大地震，各界拢真踊跃捐款。迄当阵上山主会堂毛道出来，那其中的宗教界公开啊，教育的第一个庙师啊，也是堂吼。哦就是咱上山主会堂，会堂主特别来到阮台南，公开按伫记者的面头前，寄付大笔的善款，佮呼吁，所以我这个情啊，我拢藏在心肝内底。大清朝甲各界温情拢藏伫心肝底，但是花莲大地震灾后重建，花莲唯一的立委鲍昆奇，还是坚持要带团去中国访问，引起批评。就算各台办讲要捐助合作帮助台湾，恐吓嘛真歹还账咯。《民事新闻》台北报道。